Hello，大家好，我是来自这个 Vita Graphic 的 Victor，现在为大家展示这个 Samsung Galaxy S24 系列的这一个 Galaxy AI 其中一项我个人非常喜欢的功能，那就是这个 Generative Edit，就是生成式的这个编辑。要如何使用这一个 AI 技术加强你的这个 PS 的这个效果呢？大家可以在透过这一个 Samsung 啊这个内建的这个 Galaxy App 之中打开这个图片，然后在左下角按下这个 Edit 功能。然后再进入这个，给来看到这个左下角这边有这个 AI 的这个 icon，按下去。这时候呢，您就可以透过这个 AI 技术达到这个 PS 效果。大家可以在这个图片中加入，再找，再从其他图片中扣图，然后加入这一个，把这个其他物体 drag 到这一个图片加，变成合成这个照片。如何使用呢？只要点击这个左上角这个加的这个 icon，然后 Add from Gallery，您就可以选择其他的图片。从其他图片当中扣图，然后直接加进去这一个图片中，就好比我要把这个 Galaxy S24 Plus 加进刚才这个 Galaxy S24 Ultra 的这个图片中，这时候我只需要在这一个 Snap to Shape 这边点击，然后我只需要画一个圈圈，AI 就会自动把我这个Galaxy S4 Plus 这个 Shape 剪出来，然后 Undone，这时候我就可以把这一个 Galaxy S4 Plus 也加进这一个Galaxy S4 Ultra 的旁边。这时候呢，你就看到这里一张图里面已经有两个 Galaxy S4 了。然后你还可以这一个旋转这个图片，如果这个水平线不对的话，然后这时候呢，这些空隙的地方呢，AI 也会帮它自动填补。我们来看看这个效果。当然，这一项功能是需要连接这一个 Internet，也需要 depends on 你这一个网络的速度有多快，然后它可能需要拿到这个10到30秒之间也不等，这 depends on 你这个图片的这一个复杂程度有多大。好了，大家看到了吗？这个图片已经给这个 AI 修复好了，旁边这个石头呢，它也帮我加了。我们来看看原图，原图是只有这个 Galaxy S4 Ultra 吧。然后再经过这一个编辑过后呢，我们加入了这个 Galaxy S4 Plus，同时呢这个旁边的这一个石头呢，它也帮我补上了，看到了吗？这就是这一个 AI 功能好玩的地方，而让这一个不完美的图片变得更完美。大家不知道对这一个功能有没有非常喜欢呢？欢迎在这个 comment section 让我知道一下，谢谢。